民进党说推动经贸的关系加强啊，查甫找无工，查某找无翁，婴儿要去乌龙岗。结果呢，我们签订了 ECFA， 民进党到现在爱不释手啊，糖衣毒药吃的爱不释手，荒谬可笑的陆客的进团里，你民进党越走越回去，你惩罚我们的旅游业者，惩罚台湾人民，不准组团去大陆，这叫做什么样的民进党？荒谬，荒谬，荒谬。两岸在推动直航的时候，赖清德总统曾经说这会木马屠城，两岸直航了也没有木马屠城。当马总统在推动两岸的经贸往来的时候，民进党说推动经贸的关系加强啊，查甫找无工，查某找无翁，婴儿要去乌龙岗。结果呢，我们签订了 ECFA， 民进党到现在爱不释手啊，糖衣毒药吃的爱不释手，赖清德蔡英文八年爱不释手。今天我们来谈到我们的所谓的民进党的荒谬可笑的陆客的进团令。我曾经徒步环岛，我走在花东台东的海岸，有一次一个海产店的老板，他知道我要经过这个花东的海岸，他出来说要请我吃个便当，他指着他的海产店空荡荡的说，他说请你帮我谢谢马总统。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，我的海产店不但是满的，旁边两家还有两家海产店，三家海产店面对着台东无敌的海景，旅客络绎不绝。他现在左边的倒了，右边的倒了，我这一家改卖便当了啦。民进党在过去，今天他说我们的观光人数，他要从1200万目标下修有1000万，大家不要忘了，台湾的观光人数破1000万是在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代啊。结果你民进党越走越回去，因为你今天没有办法开创我们的观光人口、观光的产业，你结果去惩罚我们的旅游业者，惩罚台湾人民。违反宪法的迁徙自由，跟大家讲说不准组团去大陆，这叫做什么样的民进党？荒谬。谢谢罗志强委员的发言。我充分的体验到了民进党怎么样的说一套做一套。民进党说他们重视医疗人员的福利，但是不肯把典职入法。民进党说他们在乎警察的退休生活，但是也不愿意让这个所得替代率提高。民进党说他注重观光产业，但是呢，却迟迟不肯解除禁团令。疫情以来最惨的时刻，没有台湾客，也没有大陆客。禁团令不但剥夺了工作权，违反了宪法，而且再再的体现出民进党团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。在你们的心目中，只有政治，没有民生经济。本会我们现在进入讨论事项第46案，本院国民党团建请院会决议，立即解除禁止人民组团赴大陆观光之限制，并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寻小三通赴金马彭三个离岛县旅游观光一案。报院会因为协商已超过一个月，无法达成共识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，由院会定期处理。我们本次会议进提出讨论，现在我们进行广泛讨论。一、党团共识，由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。首先，请国民党团推派陈玉珍委员发言，洪生汉委员请准备。从这个法案哦，在朝野协商中，我充分的体验到了民进党怎么样的说一套做一套。民进党说他们重视医疗人员的福利，但是不肯把典职入法。民进党说他们在乎警察的退休生活，但是在这个警察人事条例的时候，
也不愿意让这个所得替代率提高。民进党说他注重观光产业，但是呢，却迟迟不肯解除禁团令。在朝野协商的时候，我听到柯总召说，这个是总统的职权，我们不能。今天那个陆委会跟交通部在那边说，他们没有办法决定，我们不能超越，我们不能让他们超越总统的职权。我想请问这个民进党团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条说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，所谓居住迁徙自由是包括旅行的自由。我想请问柯总召，你们到底有没有看到我们总统的就职典礼里面说，他就是希望两岸客人观光客多多往来，多多交流。大家没有看到的是，观光产业非常的凄惨。我前天到宜兰一个饭店去，那个老板经营了55年的饭店，他告诉我说，这是疫情以来最惨的时刻，因为没有什么客人。大家如果到金门去，可以看到我们金门各行各业几乎都没有生意，比疫情期间还惨，因为很多现在旅客也出国，没有台湾客，也没有大陆客。禁团令不但剥夺了人们的工作权，违反了宪法，而且再再的体现出民进党团完全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。在你们的心目中，只有政治，没有民生经济。所以今天本席在这里恳请在座的各位，为了我国的观光产业发展，为了我们金马澎离岛居民的生计，希望这一次的提议可以顺利通过。在两岸交流的历史中，小三通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，一直有着先行先试的角色。在这一次的旅展中，我们有看到大陆有来的相当多的这个客人，陆委会也核准了。今年下个月7月20号，很快也有150个大陆的人士要到金门来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可以秉持你们良心，支持开放，解除禁团令，开放小三通大陆旅客来金马澎。谢谢。谢谢陈玉珍委员的发言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